那个小子悟性特别高，上次我这儿来过，我又给他一件东西，我说再给你件不同状态的东西，你再盘。我给他了五六件东西，然后拿了我的东西学习，提升很快。昨天还跟我聊天说，王老师啊，身边的朋友啊，现在都慢慢认可我了。去年三月份开始听我直播，然后上我这儿来，我给他了点东西啊，也有残片，也有完整的。我说你学吧，我认可你。他成长很快，爱钻研，悟性也高。说到渗透交接那个现象，他听到心里边去了。他用了四种不同样的，有电弧焊，有那个普通的焊，换了是八种还是七种焊条，做了几十次的实验，在直播间跟我讲的，王老师啊，就是渗透交接的那个点电焊是做不上的。隔了不长的时间，他就买了一件带渗透交接钙化的一个红扇的东西啊。然后我又讲那个土石土咬它是个什么样的自然状态，一下就学会了，因为他上我这来的时候，我给他上手看过东西。哎，然后隔了不长时间，他又买了一个土咬的东西。哎，我说你行啊，真是个天才。所以说你看玩这个东西，首先第一个，你悟性要好，一定要胆大还有心细，这样管他真假，我就带在身上好看好玩就行了，不要花大价钱。